是因为有经验就跟大家说我现在就是单身嘛，对，就是单身，打给他说明一下嘛。每一次的登台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学习，谢谢大家给我这些机会，我会继续努力，然后带着这样子的职人精神继续在台上表演，谢谢大家，我是主持人露露。他在刚在台下叫很大声，应该也是想说耶，松一口气了这样子。对啊，就是因为有经验就跟大家说我现在就是单身嘛，对对啊对啊，所以我说因为我一直跟大家说我就单身了嘛，对啊，厉害了，对不对？而且因为刚刚顺哥说了来了有七个男友嘛，还是专捧就好了，你要来了，你要来，只是因为你还没来我先撑场面。又从这边啦，从这边啦，对啊，这边快少人，人家露露是有得奖，我们是没有得奖，你不要仗嘛，没有关系，所以我们坐这边嘛，好，来，没有啦，还有，对呀，没有，就是，没有，还有，是你好朋友，哪个好朋友？对啊，对啊。有啊，刚刚看你有传简讯给有传简讯给我们，马上第一时间就传简讯，而且我们明明人在旁边，但是我们下来就是最爱讲，一定要真的啦，你们去看他得奖的时候我叫到已经，对不对？快漏尿了，你可以看一下重播。再幻想一题，好，露露，如果你们因为主持这个婚礼歌手嘛，经常会看到人家请了一些婚礼歌手嘛。如果哪一天你结婚的时候，你希望你的另外一半替你请到哪一位来当婚礼歌手？哇，我还真没有想过。先嫁得出去才行。对，我要先找到另外一半。我喜欢你，我要先找到另外一半可以嫁。然后我刚刚说，我还真的是没有想过请谁来比较好。但我想说，如果万一请到这个人来，我真的会吓疯。谁？千万以后不要请宪哥哦，因为他会带卡拉轰天雷来唱歌。所以你是帖子也不发给他？会啦，爱他爱他。讲说不要请谁，但其他人都可以，都行，都除了宪哥之外都可以。对对对。